世界开放以后，病情的输入这些一定会出现这种现象，这个像这所谓的 small cluster infectious disease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为什么认为它大概一个月之内大概就能控制呢？那还是取决中国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力的一个监管跟防控的一个，我们叫做 aggressive suppression， 总结了经验。 那么有这么几条，一个呢就发现它的0号病是从哪来的啊，这个确定了。第二呢是确定了它的传染链，这个传染链很重要，知道它的传染链是怎么样。第三呢，根据这个传染链找到它的密切的接触者，这样的话能够精准的进行它的 screening， 就是筛查啊以及什么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要是有些地方要是比较多的话，那在一个小的地区要的全员的检测。 等等啊，及时的这些都隔离。而且现在呢，看起来呢，它的这个病死率，尽管有的疫苗病死率呢，从全世界的来看的话，是 2% 左右，但还是不能够。 这个容忍就是这么高的病死率，所以现在呢，采用这个零传播的这个政策呢，的确成本是比较高的，但是比起你不管它啊，就放开它，那个成本就更高。